2019青春芒果节芒果星球悬浮空间 3D 秀暨第14届会员开放日北京站点亮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。哇，看到后面了没有？北京站的芒果星球正式点亮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本次呢，我们的青春芒果节的芒果星球是在超级悬浮球体上完成了360度裸眼 3D mapping show， 刷新视觉新感官。同时，北上广场四大城市地标联动，借科技之芒刻烙芒果新地标，星球降临，让我们共同狂欢。我也要看一下，来体验一下。来，我们到后面看一下这个星球吧。哦、你看我们，哇，好亮啊！它。好，谢谢，请我们的芒果仔还有魏寻。哎，我还有要问魏寻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魏寻呢，作为我们的那个点亮大使，也是我们芒果 TV 的一份子。那你怎么理解青春的定义呢？我理解的青春，两个字里面有一个青字，青字是代表绿色。绿色呢代表夏天，所以我认为每一年的每个夏天都是一个青春，所以这就是我定义的我的青春。嗯，我的青春每年都会到来，而且跟随着我们芒果 TV 可以天生青春，年年青春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记得我的青春小时候就是一直在看芒果的电视啊，你应该从娃娃开始，落对咕咕坠地开始就开始看快乐大本营了。是的，我每年暑假在家都会守着电视看。其实我也小时候看那个快乐大本营。哎呦，我一万点暴击，我是长到10岁才看的。好，谢谢，再次谢谢魏寻，谢谢魏寻，天生青春的点亮大使，谢谢魏寻。